师母说她不敢看，我下来的时候手还在上面，手在上面，人在这边不要站，因为对呀。没有关系啦，是这样不？他们 OK。拍照，好久没有做了。对呀、啊，已经。师尊要不要热身一下？对呀、啊，热身一下。温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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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嘛。嗯。对，要热身一下。不能往下面拍上。好久没有做了。是，对，要我摸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师尊可以就可以。哇，看师尊。对，师尊要我摸一下也可以。高丽亚，高丽亚在哪里？这边，你照得到吗？你过来这边，可以哦。到这边，我不要你照师尊的裙子，我知道，不要冲。OK， 我拍 video 好不好？不要，因为我的卡没下来，太远了，看不到。可以，我下来。哦，也是要从下面拍上去，不会拍到那个。不会啦呀。不要太过轻，你只能休息或者直接等你。暖身一下。嗯。是。脚小，脚踝。师母都不敢看了。他害怕我一下上去就掉下来。对呀、啊。这个他等一下下来怎么办？不要。好，拿掉可以。拿掉。哇！鞋子可以脱掉，对。对，松松的。一直抓稳一点，一直抓稳一点。是。哦。真的。太久没有做，因为师尊很久没用了。对。好久没。因为师尊很久没有锻炼了，这个是需要时长。六七年都没有。以前可以做十下。对，因为以前时常做。肌肉锻炼。很久没用。对。肌肉记忆失去。没事，对。不同的肌肉。对，肌肉会失去记忆的。忘掉。对。明天我们再来，师尊能撑上去已经很不了不起了，对，因为太久，太久了。从来没撑上去过。通常半个月没做就上不去了，何况哈、哦，有超过一年了吗？一两年了。很多年了。对。两年。上两年。所以。有两年。对，这个要。你一直在做伏地挺身，这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是。哇天，三。好棒哦，师尊，好，嗯，就是你刚才被找回来的感觉，谢谢师尊，真的有差，要慢慢练，对，要练回，需要练回，很久没用，太久没用，师尊以后还能撑十下，对。